早安，早安，各位早。其实我在想，那个副作用是不是我平时就其实睡很少啊？只是刚好今天比较凉，比较好睡。那可能又是太累，累到现在就是刚好副作用有没有？早啊，老人，早安，小鱼。感谢泡芙的会员，不是这个是会员的时期吧？感谢感谢啊，感谢！我给你们看泡芙稍早贴，昨天晚上贴给我的一张图，很适合我跟他啊。他昨天又贴个这个给我看，我就说，哇，刚好是我跟你打架哎，哇，超好笑的。啪啪啪啪啪。然后，这晚点再看一次，就是。昨天发生一点意外，飞枝给我生出来了。啊，色为母的，可是他是在我，因为昨天我还在那个重新调那个，就是你看一下，你看这个蛋种是先击球。有没有？但是我的虎虎蛋种，干对耶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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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总都先击球，干我要重用了，等我一下哦，等我生完这批蛋，我等一下球种全部重用，因为昨天在调，没有注意到这件事。我看到我之前的水都给他，哎，然后我就开始拿那个异国的百变怪开始弄，太难过了，全部都在重弄，因为昨天是把虎虎跟野草。野草了那边调整来调整去，干，结果我没注意到这是先击球白痴哦、喔！因为这一批新的是那个雪的那个先击球抓到了，你看旧的这一批都还是这个，干哭啊！完蛋了，我想一下怎么办啊？要抽抽鱼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没纳斯我还好。太热门的角色我真的还好。啊啊，重用。等一下我们来重新用一只哈，好像不用我觉得色尾很适合先击球，不要每次都先击球很丑我身上除了小泡芙跟
跟玛丽露丽，其他都先击球欸，小姐。球种是跟父亲的，你可以，球种是跟妈妈吧？而且两只一模一样的话是一半一半啊。我那天试过了啊。我等一下全部重弄。啊，不然就是这边再跳一下看一下。你看啊，不怎么样。然后，但是这边的全部不怎么样，都是那个飞箱，应该全都先击球了吧？对啊，先击球。所以我要先拿一个不怎么样。先拿一只公的不怎么样，再搭一只母的。是公的虎虎，然后母的，哎，不对啊！我记得我那时候生了一大批，应该不会，但不会全都是吧？哦不，我没有弄好。那昨天因为生到那只色尾的原因，导致记忆错乱。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又要边敷边领，边敷边领啊。困扰啊！好了，嘟嘟嘟嘟！啊，我这批蛋都不行了哎，打击太大。对啊，因为我昨天才刚在调整的时候就生出来啊，还刚准备调哎，那时候是数值都很烂的时候哎。而且那个球种就是雪雪的那个啊，球种。木木安安。飞天堂也是在很烂的时候出，没事。那时候在生的时候就是最怕生，在调整的过程中生出色尾哦。啊，所以我们来算一下哦。上次的，因为我要现在顺便删掉，不删掉，放生掉这些虎虎，所以上次是120嘛，然后我们再加上看一下今天是多少，因为私下生的我没有放生，我都有留下。好，你看这些就可惜了，都是先击球。那我们先等一下吧，就先开始做调整。等我一下哦，看一下疾风案的结草额啊，在这儿啊，它的结草额
有。然后。哪一个球种啊？哭啊，哭啊！母的是这只，然后给这只带，这只带，好。然后这只带不变之石，有不变，啊，身体如何？睡得比较多，没有其他症状。看看那个恐怖的百变怪，被我拿来用了。零零，因为本来那时候是想说坚持不用这个嘛，可是那天昨天气到之后，想说就先拿来，赶快拿来升了。我想说啊，色尾都有了，好啦，那开始就算了算了算了，别开声，坚持什么的没有了，就这样子了。然后还要生出来，恭贺没有副作用，谢谢。对啊，你们应该不会讨厌我使用了蓝色口香糖。看一下哦，这只。哦，白痴啊！对啊，想起来，因为昨天我在挑，说什么太完美了，就这个啦。因为我记得昨天我记得我有一只高级球的母的，跑哪去了？昨天就是气到想说，为什么球种不品种怎么会这么差？请问玛丽露丽要怎么快速提升亲密度？你带安抚之灵，然后把它放出来逛街，带它去按摩，然后再就是打怪，打怪。哦，玛丽罗露丽丽，抱歉看错，对，就这样。然后你如果你要等级低的话，你建议你再去打等级低的啦，不要放在队伍里面吸经验。快速升等那个很慢，你看那只蓝色口香糖，其实蛮好看的啦，水蓝色的啊。跟随加一位战斗，加亲密度锁铃铛。我当时是，我有测试，就是那时候我敷给那个泡芙一只马，露丽丽，然后就拼命打右边那个双胞胎练等嘛，结果。我一路上哦，就是用铃铛再加跟随，然后是打到56等他才进化，所以这证明说，战斗的次数，懂吗？他不是看你升级等加更快，我就是战斗完结束后加得很快，不然我那时候，我以前玩精英版的时候，也不会再几分。在26等进化到太阳一步，干！你看这就先机球，你看妈妈，再来，你母的45就进化了，为什么？欸，干是真的遗传功的吗？奇怪，我那时候是测试是两个都会遗传啊。变质有，
动。先放里面。三级就进化的我，你怎么办到的？你怎么办到的？来个高级球吧，爷。你就带去公园按步到处走，然后按摩啊。你带谁去按摩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谢谢爷爷，阿爷。我这个，然后把里面的先领出来。啊，不行！想到那只虎虎歪了，就好难过。只有五，放回包包。只有五，放回包包。你跟百变怪生好像几乎是百变怪的，我自己百变怪的不会继承啊，百变怪的蛋种不会继承欸。你是用什么抓百变怪的？啊，你是配的那个是什么？还是只是百变怪不会继承他的大师兄，我不知道，因为这是干爹给的。好了，我们那时候是多少？你看现在这240箱，再加上之前的那个穿山鼠啊，是三箱再加五个，然后那时候生出虎虎的，来吧，我们开始放生吧。这放生的过程很漫长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那三颗蛋生出来再放生啊！我怕放的过程中发生意外。百变怪是计时球，后面全都是计时球。我明明抓的是高级球，我也懵。那很棒哎！你用潜水球或爱心球去抓百变怪，这样很赞哎！哇，复制球大法哎！流量密码，哦，这样不错哎。欸，后来我不想再一个一个浇花了，因为我昨天半夜就是准备睡觉前嘛，我记得我那一整天，然后我每个果实都有，对吧？果子都有浇，我是一个一个挨家挨户每个都浇哦，不是四格只浇一次的哦，是四格是浇四次的那一种，然后收成了之后也是两颗三颗两颗三颗，我就不用了。散步也可以拿贴纸哦，哇，真的假的？早安，早安。啊，放出来走啦，反正。来，我们放这出来走。有点在欺负他啦，不然就走不快啊。你看，我走到这边了啊，他嘞，你嘞 ，Hello， 放在这边好了。好可怕，剑盾生蛋也不是离穿百变怪的时候，应该这版有bug。按错了，返还精灵球，我在这边爬了。
嘿嘿。我讲真的，它的颜色真的很好看，你看蓝色、白色再搭黄色，哇，真的是好看的颜色。等他跑到，但是他孵出来了。就重点他爬到，我又晃了另外一群，等他继续。嗯，噜噜噜噜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我今天要重新用蛋种啊，没有，主要是球种啦、啊，好气哟！那就只有色尾跟性别。哎呦，你怎么伸在我前面了？对啊，球种，然后 IV 全错啊！想说不要每次乔伊小姐在补的时候全都是先击球。虽然仙姬球很好看，但是我想要不一样的感觉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现在是也没有说要扛掉啦，就是。感觉他只是让我更想睡觉了。看一下哦、喔，不是啊，你就是先踢球啊。哇，好可爱哟！好了。我们开始呢，刚睡醒都算早安。我12点半醒，所以12点半想说啊，干睡到12点半了，赶快剪片，赶快剪片，还要玩宝可梦，那赶快剪一剪，赶快出来。等一下哦，宝可梦。好，不怎么样。悠闲贪吃鬼，嗯，可以。那我调整一下，嗯，飞向宇宙一览无遗啊！我放进去了，对不对？飞姿。然后这个是要去色色，嗯，这是拿来生的，啊，重新弄蛋真的是好烦躁哦。等一下哦，这个话，红线，然后是不变质，不变质，啊，只有雾，打开包包，上课不打招呼了，好，上课加油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放生啦。现在不是要设围了，现在只要一个好的歌，好的拿来练的。想说至少每次敷一只设围，然后再敷一只自己能练。好了，放生啊，我们开始来放生了。等一下哦，这边4个，
记一下哦。所以总共等一下会放生几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四箱，所以总共八箱，八箱。啊，总共八箱，8×24=240。我发现每天能做的事情好多、哦，打八个道馆，打完就差不多一个小时了。哎，我真的没在胡笑。哎，那时候半夜，我想说啊，前一天要打疫苗，然后那时候半夜在 DC 群跟托的聊天，然后就雨恋嘛，就很关心我啊，那个要打疫苗的怎么还没睡？我就说我在打道馆，我打到第七个，发现12点来不及了，然后全部重打，打完的时候已经1点。我从第12点开始打电池，然后打到八个打完，结果发现已经1:10了。有20要打疫苗，加油！加油！打疫苗记得不要给挂号费哦，不要跟我一样哦。要跟我一样傻好吗？跟着前面的放挂号费。哎，我根本盘子。你高中？你还年轻欸。给挂号费啊，因为那时候是刚起来，然后我以为前面的那些阿桑是要也是打 BNT， 打疫苗，然后我就看他们就是健保卡放在桌上，然后下面压着钱，我就跟着压了。殊不知，我一进去，医生就说：“啊，你是要打疫苗，我帮你改一下。”他就问医生说：“那等一下我要去柜台弄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了吧？”他可能是没意识到，我可能要拿挂号费。别忘了你也高中，可是为什么你们高中可以常常开台的时候出现在我的台里面？你们是已经高三准备毕业了？看你们复旦真的很佩服。昨天去打漫漫长的道馆途中，我就睡着了。没事啊，因为你打完全部之后，你也没事情做啦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就说啦，我现在只是在为自己找事情做，不然这样很快游戏就结束了，我可能就没有目标或是。不然这游戏寿命要短可以很短啊，要长可以很短。欧勇啊，又来不及去吃馒头了。感觉我其实当时配置好的话，我早就可以练一只出来。我那时候一直用普通的速度去升，没有去想说去抓一只不怎么样的来升。啊，下次知道了，因为第一次养这种需要不怎么样的，所以没有想到，想说啊，以前都是要升6V， 真的。淹到说不怎么样的好，应该没了吧？哦对，剩下这一箱，
感觉这里很多人上班上课偷用。对啊。别说这里啦，隔壁台也是啊，一大堆都在打什么？上班偷看，上课偷看。但我剩一分钟下课、啊，所以嘞，你一分钟再出现啊。我偷看，我光明正大的看，你不一样，你是老板娘哎、欸。你可是老板娘呢啊，说啥呢？之前听到一个人的工作，他说他很轻松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就是管理停车场的那一种，反正就是车子进来登记，然后就他就说他全程就在看手机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。我说哇。啊，你的工作好羡慕人，好让人羡慕。你刚刚那只零工零速其实也可以用，真的假的？它不吃攻击的、哦。我放生了呢，来不及了，还是我现在独当来得及？哪一只啊？这只吗？可是它 HP 没有啊，你是说这一只吗？还是这一只零攻零速但 HP 没满啊，还是陀螺球啊？对呢，陀螺球那个哦，反正没差啦。所以我其实只要就是特防。防御跟特防满，这样就好了。后页左上角，对啊，这一格吧。没事，我再生，我再生，因为他是先击球，我还是要生。哦，这六颗蛋都要把这几颗蛋都要生完，还能扔？哎呀！是用力量戏法，他的防才是他的攻击。力量戏法不是那个吗？攻击平均吗？还是我记错了？力量戏法效果是什么？攻击变成防御，防御变成攻击。安安，去查好了。力量戏法。利用超能力将自己的攻击力和防御力互换。哦，这样子。他的攻击太也太少，基本上。谁的攻击太低，血太少，基
基本上力量后都没有法挡。你说对方的力还是什么？对，你的他是指谁？是指虎虎吗？还是指对方的宝可梦？米菲早安。你很会骑车哎、欸，我都用飙的，飙什么？飙啥？因为我现在生蛋呢、啊，在孵蛋。所以我是要一只攻击零、速度零的才对，这样子吗？那也就是说，我其实应该是要拿这只去配种。你也没办法挡对方的意思。那对啊，我没有要玩力量戏法、啊，也太恐怖了吧？玻璃大炮哎、欸！哦，也是啦。好，我现在懂力量戏法怎么玩啊？那力量戏法真的要玩，又要戏法空间才能玩。钻石珍珠的速度可以调啊，你看现在我就变慢的啊，现在是慢的啊，啊这是快的啊，哇哇哇哇哇！攻击零或 V 也没差，反正就是力量戏法开下去就是。因为我是看上他种族时双防很高啊，才会想要玩陀螺球啊。因为伺服器的土壶是虫跟岩石嘛，在虫地面，反正就是跟一般无关啊，都玩不到。能玩的就只有那个谁，头目猫喽，还是什么？咦？我有没有陀螺球啊？哦喂，干才一个。陀螺球是不是弟弟才能买啊？空间加力量戏法，基本上胡最强的送刀手，蜈蚣特工也。哦、那个体质一样，就是速度不不不不不，防御跟特防。去重养。养到稳定出货，我们再去打道馆。
反正每天要做的事情都一样。吧，哇，这也是攻击不怎么样，速度不怎么样的哎。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慢慢来。安安 ，Hello，Hello。干不对哦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、哦，我应该要直接先换吧，不然一直养不起来。想起来了，先看一下哦，不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好像也换不了哎，一直好差哦，下午好啊。还有，终于有小石怪大量出现了，你喜欢小石怪啊？恭喜你啊！小石怪大量出现，怎么感觉是在右上角那边会刮沙包的地方，是吗？刮沙包那个地方连起来也很难过吧？本身刮沙包，你如果没有刚吸地面吸的话，你刮的不，你讲啊，你抓的也很累吧？而且那边画面又很雾，应该是要金属膜吧？感觉不是欸。那金属膜打铜镜怪就好了。我钢铁厂外面是不是？
我感觉昨天突然在做白工一样。我昨天也是花了快三个小时在调整蛋，调半天，结果今天又在做昨天一样的事情啊！那架可怜呐啊！哎呀呀呀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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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今天晚上小客团是鬼抓人，我已经先报名了，是估计开到5点6点，哎、欸，我还是要去再躺一下。雪峰寺地下不是有小奇怪吗？他是要连锁啊，他想要锁色尾啊。你知道玉的跟连锁的不一样啊？那快鬼抓人，对，鬼抓人。是在洗蛋吗？洗什么蛋？我现在要把以前生的蛋全部都放生掉，但球种错了。这也是孤域好玩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决定你宝可梦的球种。至少有色尾，昨天那只色尾可能是别人，会有可会。有可能会给别人吗？你说哪一只虎虎吗？虎虎吗？你觉得生出来色尾会有谁会送人的吗？而且你如果说他其实他的能力跟连锁连三 B 出来的色尾其实差不多了，所以如果哪天大量出现虎虎的话，我应该会气死吧。大量出现虎虎。我直接脑中风，在电脑桌前面，色尾射出来的一模一样的纸哦，被死在电脑桌前面给大家看，原来可以这样哦，可以啊，所以才会说大量出现的话是去锁色尾的时候、啊。其实我当时好像看特别篇还是哪一个东西，有看到虎虎内部的身体架构，就突然让它壳裂开，看到虎虎的本体，很像手指头，就很像一个手指头，然后就是中指嘛，然后其他四只，我怎么好像要陷进去一样啊？在干什么、啊？不要力不累，不然等下观众可能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大前天好像就是虎虎大量发生哦、喔，对不对？我前天就是大量发生虎虎哇啦哇啦哇啦，然后就突然听到我没有声音了，没声音之前只听到好像喷血的声音。”连锁的加油我已经放弃了，开始用孵蛋的那个 93% 真的不错，非常不错。没事啊，你要想一下哦、喔，你孵蛋的话，人家是说几千分之一嘛，四千分之一。那如果你是非洲人的话，你就四千分之一满足得了你吗？那个不是只有努力、有毅力、有耐心就可以做的事情。啊，不是哎、欸，总是这样。
看一下哦。好啦，一个一个偷出来慢慢养，要出来。可是 HP 太完美啊，奇怪、欸。那你再给我回去好了。哦，飞皮蛋怎么办啊？飞皮鲜鸡蛋，鲜鸡蛋，哈哈，好新鲜的蛋啊，鲜鸡蛋。嗨噜，噜噜噜噜噜。啊，都是脸呐、啊，都是脸呐、啊，哈哈，都是脸呐、啊。宝可梦，再来生，再来生，上场樵夫。哎、欸，我们升到四点好了，我们四点去打道馆。哎、欸，木木，你是没上课吗？怎么常常开下午的麦块台，不是麦块，宝可梦台，你都会出现？你是不是没有乖乖在上课啊？还是你们现在高中生其实都很无所谓的？还是说，其实你在考试什么之类的，你的五秒你就用五秒钟写完作业，写完那个你的班级姓名座号写完之后，你就趴着睡觉看。有啊，今天就是一分钟的体育课。为什么是一分钟体育课？点个名就去乘凉了吗？这堂课可以看台，是自习课吗？哎、欸，你们要吃馒头可你们要吃那个阿嬷的馒头可以叫我吗？我每次像刚三点半的，哎、欸，两点半的时候就说啊，我等一下记得开台之后马上去吃馒头。又回过神来，已经57分了。高中这么轻松，好羡慕。全班剩下我一个在线上啊？不是啊，我们当时，哎、欸，我十几年前的高中也没有这么轻松啊。应该说当时我们的手机是智障手机，你没办法做什么看台动作。高中也用智障手机可以传信息就好了。对啊，再不然就是可以玩贪食蛇就好了。你贪食蛇多棒啊！没办法暂停的贪食蛇。我每次放到这边，以为这是卷卷鹅，妈超像，这是什么果啊？注意一下，梅流果啊，好，梅流果，喝水，欸、真的很像卷卷鹅，哎，你不觉得吗？那边吓就以为像卷卷鹅，
剩下在线上的大概都不是在泰国。什么泰国？你到底读哪里啊？你不是在台湾吗？我又扯到泰国去了。你觉得像海兔兽？哪里像海兔兽啊？海兔兽有没有咖啡色的啊？咖啡色跟黄色欸。你原本就在泰国读啊？你不是说你在台湾吗？那时候怎么听你聊你是在彰化还哪里啊？啊，你的小男朋友不是在台那个吗？台南。所以现在人在泰国、喔，好猛哦、喔！对啊，我怎么记得他那时候聊天是聊在彰化、啊？我记错了吗？还是你是在彰化的泰国？嘿，对，所以到底你在哪里？彰化，彰化叫泰国吗？这样吗？所以你的彰化是泰国的意思哦、喔。那以后我说，哎、欸，我要去泰国玩了、喔、哦。那你去泰国玩，我要搭高铁。然后去彰化，你在泰国不是台湾，不是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记得你那时候在聊天室是打说你是在彰化、欸，我那时候还问说彰化是不是在台中附近。应该有吧，那时候有参与到的。欸，我难得记忆力有记到这件事情欸。你不要说谎欸，不要骗我欸。泰国有地方叫彰化，我不知道。有，我差点讲，请问这边有泰国人吗？请问这边有彰化人吗？还是我去搜寻泰国空白彰化。我那时候是说我家那是在台湾，我在泰国，然后你又问我说你是台湾的，哦，所以我误会了啊，欸，那你这样想维持远距离，要真的，你只能抱着说他只是陪你的呢，因为他总不能只是14岁为了你就是搭飞机来找你，或是你为了他16岁搭飞机回台湾呢，你看。你真的要想一下呢，不行，我这样好像说服你离，你不是离婚啊，分手，不是啊，我觉得你好辛苦哦。哎，这次怎么样？这次可以的，对不对？笨小子，这次可以的，对不对？这次是不是毕业了？哇，好扯哦！异地其实还好啦，异地也有异地的，也有异地的那个啊，相处方式啊，不是异地，他们是异国，好吗？异国恋情，听起来有没有就很时尚高雅啊？赞赞赞赞赞，是时尚啊，跟他小了，哎呀，我在讲什么东西啦？我在讲啥？就是来入选名单啊，又加一虎虎蛋啦。那我们把剩下的敷一敷吧。我忘记那个怎么样？为什么会讲高雅？我在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才几岁啊？高中呢？不是你这个就不懂了。有时候像我们那天，你应该没有参与到。那时候我有跟他聊啊。就聊说，我大概懂你现在可能是需要有一个陪伴的对象或什么，对啊，
也不要阻止人家去谈恋爱之类的啦，只是现阶段你真的要的真的是念书。对啊，也不要阻止人家破坏人家，人家可能现在就真的过得很幸福快乐。对啊，啊，我能做到的就是跟他讲，真的如果不行的话，那该怎么做？懂吗？你看聊天室的那些叔叔阿姨都给你建议了，有人在凑。好啦，那我们去花田孵蛋吧。下一只，我们来孵赤甲贝啊，赤甲贝。赤甲贝是什么？蜈蚣、装浪还是固执吗？还是都可以玩？应该通常玩联机的话都是固执吧，还是装浪啊？你是阿姨没有？你是我的。赤甲贝是要干嘛的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是我的人。去吧，聊天室的观众。看你玩物盾还是出手吧，输出吧。物盾是什么？我只知道输出，欸，就他的什么连击一定必定五下那个吧。我觉得那个很棒，欸。其实想打王盾畏惧的话，爽朗好一点。没有啊，你建议我什么我就玩什么啊，好不好？你希望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。欸，对了，那个谁野芬，你是不是游戏里面叫什么名字？你游戏里面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是杯咪吗？还是我忘记了？欸，谁是杯咪？哦，水灵飘，哦，安哲，没事没事，我要记一下。干，你打安哲，我好像觉得我好像找你查一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因为水灵飘上次也有一次让我中到奖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优先选后面的，就选到你。然后杯咪的话是让我中到二奖是 PP 提升。欸，干，你打安枕真的是有点很恐怖的感觉呢，很像黑道流氓。哎呀喂呀，你看这没浇水都有三个，我那边浇的要死不活还只有两个，不浇水了，不浇水了。嗯，刚是中哦，中这个。没办法，台中出生的这种口气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只要跟我讲说你想太多了就好了，你多想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也很怕坏人啊。哦，你是印尼的哦，哇，好猛哦！其实有时候看光绿的打扮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。没有，我看不出来，我乱讲。还是你下次要回，我是台中的虾款，因为加了虾款就整个很台吗？台味十足，你就很好笑。就说啊，台中的啊虾款，就很帅吗？地下哪里有蚊香蛙？有水的地方啊。
哦，对，说到蚊香的话，我要去偷王者之尊。反正我现在懒得来顾这些了啊，反正中一会给二嘛，那就不要去奢求说中一会给三了。我们抱着有就好的心态啊，不要贪心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有听到吗？泡芙，还有小雨，如果在听台的话，不要再去浇水了，浇水都骗人。你很久以前就跟我说过了，我觉得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忘记。不行啦，那种除非是很深刻的印象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换一个异地恋，然后跟你讲说他在彰化，一个在台南，啊，结果咧是你问我住哪里，啊，没错啊，你是在台湾的哪里，没错啊，你可以回我说你不在台湾啊。在中啥嘞？啥子嘞？欸，文佑果是不是回的很少？但是如果带下面这些，如果是他对的口味的话，就会回比较多啊。你看，李八果，我这个也是浇回浇花浇了半死才两个，很气人欸。不浇了，不浇了，不浇了，浇只有伤害。嗯，下面那些好像都一半吧，一半什么东西？反正有浇花，反正浇第一次就好了吧。因为上次我忘记种了什么鬼东西，种下去，都城市那个有到七个八个，文佑记得是60来着，因为我记得文佑果是大众直接吃的吧。就是懒得弄的话，是放文佑果啊。我那天打道馆对战，又派了帕奇荔枝，他要失去嘛，就对面吃了文佑果，然后回血了，然后打了我帕奇荔枝，我帕奇荔枝吃了他的文佑果，我那时候看到画面快笑死。啊，四个中这里。家人 Gank 先下了，大家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要记得想，不是想我，是想你小男朋友，哈哈，对啊，最近常常都说要想我之类的，我觉得最近好像有点太夸张了，感觉我都快被警察抓走了，木木拜拜，对不对？怕，哇，干，这比巴狗不小心也太爆亮了吧？啊，这干什么？我那时候想说，比巴果种完怎么种了三轮还在库存只剩下40级，这怎么这两天收一收爆量了？看一下哦，要说，哎呦，啥子能种啊？嗯，啊，送这个，啊，按错了，嘿嘿，哎，不是 ，no。交了不给交，哈！干搞排挤，
这样也好啦，不然按每次浇花就花了快十分钟。你看你这边浇一浇，十分钟时间又过了哦。然后记得说你要回去拿蛋哦，不然蛋都熟了哦。八果，哎，疾风，我真的觉得不用去浇了啦，因为这浇的这浇每个一个一个浇跟不浇水的数量是一模一样。啊，再不然就是啊，我脸比较衰啊，我比较脸黑啊，看生了大半箱的呼呼啊，生什么杂子去了。可以跟我接一只会复古的陆莉莉吗？为什么是要陆莉莉啊？你不要玛丽露吗？你要的话可以直接给你啊，你要吗？你有什么6V 的也可以跟我换啊。欸，我有没有跟你换怪啊？我说讲话有点怪啊，有吗？还是你要用什么你再生的6V 跟我换？5V 啦，对 ，6V 也可以啊，因为我直接给你6V 的啊。收成，因为我撒过一次有升到六到九个，我觉得就是比较偏下面的这种果实，欸，就长比较久，会给比较多。不要按错。这里可以给你一只啊。不过只剩下丑丑球，水球的话可能要等我再去跟百变怪神。要吗？你要的话，六到九那些只来用做保分的吧？就不知道啊。谢翔宇在吗？哦，你只是要复古而已吗？所以你现在是要去找那个，找那个什么鬼蚊香蛙哦？那我跟你说在哪边好不好？啊，还是你是因为要录莉莉啊？就其实这边下去就一大堆蚊香蛙了，欸，对吧？你要吗？你要的话，我可以现在跟你交易啊。我是当时蚊香蛙是在这边抓的啦。对啊，你要的话我直接给你。那，啊，如果你要靠自己抓自己生的话，在这里，玫瑰花园这边，还蛮容易出蚊香蛙的。你看这只，不是，好笑，喔。这边很容易出啦，然后也很容易出御三家，就看你那个雕像有没有改成水系增量。你要吗？那我们去。三个八七，一个八八，把直接给你就好了。那你再意思看你想要给我什么，客气一点哦，不要太客气哦。那如果你有人家说的训练加洁癖的话，你就自己等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拿去用。嗯，也 1.5 经验也比较快啊。像谁也分，他就说他想要有自己训练加的 ID。我能理解啦，因为当时他自己在去
我们一开始的伺服器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就是生蛋出问题，他生不了蛋，然后就请我帮他生蛋。然后我那时候帮他生那个蛋种刚好是5V， 然后5V， 而且一个是 U 的那个U 的什么卡比收色尾。啊，你这只也可以拿去培育啦，反正就是妖精跟水中医的那个蛋群，公的哦，很棒哦，对吧？买够洗拉鲁拉斯，好啦，感谢你的拉鲁拉斯，我再把它继续放在拉鲁拉斯的后花园。我应该要取一个盒子的名字，叫做那什么妖精群的后花园。哇，普通球欸，就丢过来啊，不怎么样，没有啦，我还是会拿去当那个玩家 ID 啊。好，感谢你。我来看一下他给的是不是很客气，6V 的哦。哇，有那么棒！哇，是同步的哎，而且母的哎！哇，你真的很客气耶，谢谢你。就这里了啊，这边是拉鲁拉斯小天地，这边是一群小可爱的天地，然后混了一只幸福蛋跟皮克斯。我要收集各式各样的拉鲁拉斯。下午好。那我们去看今天要几等，那继续来找。我找第三天了吧？你要几等？17，有点尴尬的数字。12 18 16 18 16啊，17咧？18 18 18 18 18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怎么都是18啊？哎、欸，不是呢，怎么是这样子？没有，15 32 26 1等1等60 24，不先存个档吗？有啊，有自动存档啊。你看哦，现在是18分嘛，最后一次存档47分啊。强迫症发作？你什么强迫症？你哪里强迫症了？哪一个箱子让你不满意？你跟我说，我来调。来，哪个箱子不满意？这边除外，好不好？这边还在戴夫，还在调。14 18。哎、欸，干，不是，为什么都18吨啊？17嘞，16 18 17，有，这个应该是泡芙给的吧？看一下，啊，这是繁星啊，这是我自己，不是泡芙啊，碎啦，哎、欸，泡芙，这是我的。你可以用下面搜寻，可以搜等级哦。哦，我没用过嘛，抱歉。好，我现在会了，好不好？搜寻试试看，哪里啊？性别、性格、特性、招式1、宝可梦，这个吗？怎么搜寻？哪一个标记持有物？对战队伍？哪个是技能？不啦，哪个是等级？
这个吗？好吧，没等级我忘了，哭哦，没事没事没事啊。欸，如果有的话很方便，就不用再找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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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那真的很棒啊；没有的话，很可惜，好吗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没有责怪，没有责备，没有谩骂啊。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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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安雅德，绿石雅德，阿亮安安，睡醒了吗？今天有没有很好睡？我今天不知道是因为药的副作用的问题睡比较多，还是因为真的天气比较好睡。游戏设计者没有想到连等级都放进去，没事啦。啊，有没有人想要指尖陀螺？就是海星星的6 V 的，还是怎样的？啊，阿亮，我们阿亮已经敷了一箱多的6 V 海星星，嘿，有没有人要认养？全国图鉴好难搞，对啊，只能互摸了啊，不然你看我怎么有办法？全国图鉴，整天在孵蛋的人，还在那边全国图鉴，就只为了闪耀护符，然后闪耀护符跟死一样。好痒啊！欸，你现在刷几次啦，弟弟？我还有特别想收集哪一只吗？我其实有在想说要不要生海星星欸，因为我也想要它的色尾啊，有海星星大量发生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，下一只会用涓涓鹅，啊，看的，啊，最后一只啦，你看这个是观众给我的，就是已经帮我省去掉孵蛋的东西了，就是直接完美的，啊，这只我打算最后再用，就是下一只是赤甲贝，那赤甲贝用完，就海星星再考虑。如果海星星不考虑的话，我就直接用卷卷的。欸，你给我的海星星咧？咦？我放在隔壁了吗？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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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亮给的海星星。对，所以可以拿来生一下。我快，你快可以换了。现在1147次哦。欸，快，你还没保底啊，还有3000多、哦。欸，1147次，我是你也是会很错愕，觉得说像那时候的穿山鼠一样。干他妈的，是真的会有吗？这样子，好，我先放生好了，不然等一下还是要放生。放生，电击球，放生，放生。阿亮，有人想要一只海星星，用5 V 白色恶魔交换，换不换？欸，白色恶魔梦特是什么？看你们好像也在搞，为什么？很棒吗？隔壁玉三家是，你说放火吗？放火有开吗？我怎么稍早看的时候他没？哦，他还在生呢，哇，他还在连呢。看一下，没有啊，放火是22816，105个小时。啊，完蛋了，我嘴唇流血了。
不电，但我想捡东西。哦、oh.。欸、这个裂开是那种突然裂一条线的那种裂开。又不是没喝水，是单纯太干燥。我们去87878777啊。要海星星的去交易啊，那很痛呢、欸。对啊，就是那种，就很像是嘴巴破皮，跟你咬到嘴巴那种不同痛一样。讲话开再开，不是，它突然裂开的。我强烈建议还一更新后就锁闪，你是说你强烈怀疑吧？怎么是强烈建议？哦，怀疑哦，看到怀疑，一定是针对我，是说我没有，他也针对到我，只是我那时候在该就有闪。哎、欸，这一批升完，我们去打道馆吧，不然打完要一个小时也无电了。剩下的蛋我等下补一补就好。有种他妈的给我设尾啊！什么这段就点进去了。叮！我们现在打道馆喽。我怎么发现好像画面有点白啊？我的错觉啊！你们说什么？刚刚刺甲被什么破壳固执吗？那没有破壳的话是爽朗吗？刚刚是这样说吗？你昨天不就孵到了？对啊，你想一下呢，我生了多少只地鼠？地鼠吧，三鼠，你都讲错。啊！你看我还用掉别人的水位，到闪光会有特殊动画吗？会啊，你可以去看我的影片啊，我的精华影片有些都有。不是有些都有啊！你是不是没在看我的眼哦？抓到哦，我难过哦。我想一下哦，等一下去灌的话，妈的，第一次就给我吼走，来了，我开始打道馆，开心打道馆，那打道馆会有贴纸拿，我想说啊，不打白不打，不打还有贴纸拿。脑腹骨头走哭啊，来啦，泡芙踩乐高了，泡芙
敢不敢不要吼？敢不敢单挑不要吼？敢不敢不要让我烙兄弟啊？我最好运的一次是辅导两次瑟薇莫海，那个谁野分野分他也很好运啊，分到瑟薇的触手百合跟瑟薇的化石翼龙，而且是在短短的分钟内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，没有，他一脸很严肃的看着我，他就是没在开玩笑。干不是欸，我剧本好像不太对啊。哦对，剧本对了，剧本对了。一次孵到两只瑟薇莫海吗？那真的是很幸运。会飞的石头，啊啊！你我敷的没看过色尾，我敷的没看过色尾。你说你没有敷到色尾过？我只能跟你说加油了。那我问你，化石翼龙帅还是我帅？好无聊，这人怎么那么无聊啊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吗？当然是教主啊，这样子，什么脸皮超厚？啊，不是说繁星脸皮很薄，怎么讲得出这种话？你只看过野生的，欸，你怎么会在小雪的台啊？应该说你是先认识小雪还是先认识我？哦耶，岩石 A 啊，拿到 A 了，然后上次拿到 B 吧。他说看到，奇怪，怎么还有很多贴子是零？然后打了一次道馆才知道。原来是这回事。哦，打水脉式的道馆，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死了两次哎，怎么没印象？突然就怎么宝可梦突然死掉了，哈哈。水脉式就突然玛丽露被电死。很莫名其妙的，玛丽露突然就被电死。我想一下哦，那时候是边该边骂吧，好像那时候是走这一颗。
欸，不是哦。嗯，走脑，昨天走一次就过了啊。嗯，先认识先吐，谁是先吐？哦，这是什么道馆啊？我忘记了、欸。刚哦，我好像是在这里呢。刚，刚，哎，我怎么记得？哎，我忘记我是怎么死的嘞。昨天打的时候，莫名其妙，好像快龙跟玛丽露丽突然死掉。死得很莫名其妙，完全忘记怎么死的。哦，那时候打盔甲鸟，打完之后还要打哪只啊？好像是自爆磁怪吧？啊，怎么突然我就死掉了？啊，打雷还是什么东西的？打雷还十万伏特的，我就死了吗？哦，对，打不死，然后好像死的就是我了。之后才知道小雪这个人，但我是不是可以龙武啊？中了挑衅，我是不能挑，我是不能武了，我不能起舞了。对，这个道馆存在感超低的哎、欸。啊，对啦，这样死的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这样死的。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我打他好弱、哦，移动光速，我派泡芙会死。哎、欸，干你太卑鄙了、哦！林阿妈嘞！泡芙。理论上这个道馆应该最难打，对，我觉得这个道馆超难打的欸。泡芙你撑住了，你很棒啊，日光术，你是在讲那个吗？等一下，小当家的吗？你说我卑鄙，你师傅他在16年前，然后嘞，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情。哎、欸，那个谁 ，HT， 你要打 BABY 啦。他说：“小子，你说我卑鄙？”卑鄙，小子，你说我卑鄙 ？Baby， oh， lie， baby， baby。No life。 我想把泡芙的特防跟防御调到最高，哎、欸，感觉很有料呢、欸。
你的心有一光枪。哎、欸，唔汤哦，你就在氪，我就看你要氪几次。你在氪，你在氪啊。有啊，我到移动光速跟妖精吧。不成龙，好像这只也灌死过泡芙哎、欸，我想一下为什么。记得他很厚，我那时候好像打不赢他，好像也是什么原因啊？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死过的记忆通通回来了。有，记忆都回来了。美纳斯也很有料，来，我跟你玩。你不要吼走，拜托！你是会吼，你是会叫，你是不是会叫？哎、欸，干他要刚，对，我在干嘛？我到底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举例，有刚，我就想说奇怪，我好像，我想昨天的剧本就是这样子的。一模一样的剧本，我对着护城龙也放过一次剧毒，哈哈哈，白痴！我到底在干嘛？然后跟你讲，昨天他也是把我的玛丽露叫出来，我用水流喷射把他喷死了，一模一样的哎、欸，哈哈。一模一样的剧本啊，这剧本一模一样哎、欸！哦，我在干什么啊？我把自己逗得好热哦！那露露没死了。导演很好，这次的演员们跟剧本人。我应该说，今天的彩排跟昨天一样，很棒很棒，大家都做得很好啊、嗯。而且最好笑的是，我那时候记得，嗯，这是钢的话啊，我也是火系招卢卢米先摆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帝王拿波就是移动光速打死他。然后再来就是我派出炮火嘛，潮汐的，而、啊、且对哦，有晴天可以用火去打，哎、欸，打过了之后，就是一样被火那个什么，就是太阳结束之后，后来我就是换那个想说早王跟他干，又忘记有钢属性的这个东西，又一样就是剧毒没有用，我才想说啊，对呢，他有钢，然后他隐形人放完之后把我吼走，又是吼出玛丽露，哈哈。泡芙你拿，泡芙，来我们吃木炭，打开包包，啊按错，有，打开泡泡，嗯，来泡芙吃木炭啦。我的记忆力不同方分享，那是昨天晚上啊，昨天很累耶。我的昨天晚上是只打疫苗的那天晚上，所以应该来说是前天的12点后。哎、欸，他大晴天我记得比我慢哎，我记得来甜甜香气先放，对，
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。啊，我一直还没有练那个啦，练阿亮给的巨拳螳螂，能力值调好了，还没练起来而已。哎，不对，我根本还没有巨拳螳螂啊，我还是飞天螳螂，晚点要来交易。变天了哎、欸，好冷哦、喔！哦，今天好像比昨天快、欸，快20分钟了，打了三个道馆，好像有点久哎、欸。哎。最近要好好挖矿，好多技能买不起耶。什么技能？地震啊，有的没的。发现要金刚玉10个，哦，才5个。改天来开个挖矿，然后耐久台。不然有了，我们过年啊，不行，过年那时候游戏都已经退潮了，我要我们守岁来挖矿，哈哈，热潮都过了，都已经是跑去玩阿尔宙斯，挑战48小时嘛，你们舍得吗？你们舍得我就开啊。那一天我请假，请假干嘛？请假来挖矿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今天请假？我要挖矿啊！比特币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已经没那么赚了吗？之类的。可以开台睡觉啊，起来就去挖矿。我说突然怎么人物在动，然后突然有个声音这样子。等一下哦，这边打完了，啊，幽灵道馆 ，Go Go。现在是以太币吗？哎、欸、呦，虚拟货币已经没有在 这方面的相关的新闻都没在留意了、欸。我只知道好像什么最近又有跌了、喔，还是什么东西。噔噔噔噔噔。想一下哦、喔，第一只是热气球，热气球的话，好，玛丽露 B， 哎呦！中左右啊！
哇，人下来了，人下来了。嘎嘎早安。哎、欸，你家的狗到底？我昨天想到你家的狗还是很不爽。那他们咬兔子，兔子是拿来咬的，拿来疼爱的。哎、欸、咻，哎、欸、咻，哎、欸、咻，啊，我记得会灼伤，他会先用鬼火还是什么的烧我，啊，要咻呀拜，所以我应该要先八字人，哎、欸，先动他。啊死了！好，我们下一回合再来顾顾啊！哎呦！梦妖魔会什么诅咒吧？还是没事，可以复古了。哎呦，灼伤了啦！真的不是哎、欸，很快就好了。你在有在喂兔子吃药，擦药很快就好。哎，应该要帮你们家的狗买笼子了，有没有？它关在里面。哎，还好有及时回来，怕发生意外。欸、他是不是都带母的啊？哇，原来是同一种训练家、啊。还好你们家不是养藏獒什么之类的。黑暗铁子逼，应该真的学个挖洞有没有？直接从他们道馆挖个洞出去。好不好？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内容哎、欸，就只是在耍废啊，生出一只满意的虎虎这样。哎、欸，对，还没回答我，所以啊、因为通常赤甲贝不是玩破壳吗？破壳再接连续攻击的那一招不是吗？还有怎么玩法的、啊？嗯，我那时候看到一个，应该说 FB 好友吧，他的养了一只猫，然后有养鹦鹉。就那时候，他 PO 了一个，就是他客厅的状况，就是有血迹，然后羽毛一大堆，对，所以那只鹦鹉死掉了。
我不能想象说那只鹦鹉死前有多恐怖。当然有，还有当坦的也有啊，工兵铁甲兵，高速旋转还可以放。哦，你是说清除隐形眼啊，自己就可以放隐形眼那样子？哇，好像不错。我总觉得跑起来有点卡、啊，你们看到吗？一 K 一 K 的。这代的碰撞体积没弄好，也没有导引自动修正的步伐。哦，你说碰撞？哎，不是，我第一只是哪只？哦，玛丽露。记得他先放球雨吧，然后后面还给我放十万伏特，对不对？还是什么？你要球雨吗？干，特性忘记啊，要修。等一下、哦，忘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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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复古。够抓到100%的吉利弹哦！我自从玩这个，我就想说，我既然这么没时间玩，我就放弃玩够了。恭喜出伞哦！哎、欸，100%吉利弹很棒哎、欸，吉利弹很坦哎、欸，不了，哎、欸，要不要拿格斗扁他？其实他真的很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来一起跳一起跳。干裁判！你就继续啊，你就继续踢啊，你他妈的，你踢爽没啦？你再踢啊，你就继续踢。欸，如果这时候什么讲究头巾，然后再跟他换东西的话，是不是很爽？那就直接踢下去了。干你他妈！好，你继续踢，你就继续踢，踢到你没有血最好。没了哈，轮到我了哈。不要生蛋狂百变怪，我叫生蛋狂百变怪。最无耻的替身用法应该是水流环加吃剩饭。
还有那个啊，那叫什么？我就是想要用那个很北气的那招，水流环替身，还有什么？那叫什么？蘑菇包子。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搭、啊？我那时候好像小泡芙被他咬死吧，他会冰冻牙。阿公，你就嚣掰啊！热天合同特性，如果是雨盘会更烦。就是下雨天的话会回血吗？还是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杰克有那个有宝可梦，是不是有个那个每日任务啊？这是有个雨盘，然后那时候稍微看一下。繁星要月食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遇得到月食。白痴哦、喔，只剩下我洗脑被那个替身用掉五次啦。斗笠孤独寮加毒株替身包子加种子炸弹精，对啊对啊对啊，我的我就是想要玩那个啊毒寮的啊。我干，水流喷射好痛哦！一身包子，中炸弹剑，没错，我想这样玩。打输就用替身，酷酷的贴纸 A 啊，酷酷贴纸 A。好了，几个道馆了，好像还剩。三个吗？雪的、电的，还有啥？这就等级啊，是吗？特性吧。雪的、电的、格斗的，好，我们先去雪的。滑雪喽，各位。你是珍珠，你才是猪。对啊，我是珍珠。是的，我是珍珠。所以把小蝎子从 EV 输到 6V 的，恭喜！哎、欸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我那时候喜欢孵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可以从 0V， 然后慢慢养到 6V， 那个成就感真的很爽。我很喜欢那个成就感，所以我才很喜欢孵蛋。可是那时候在伺服器孵不到，孵不到色尾。那时候觉得很可惜是这一点而已。讲丢，丢错啦！这里啊，跟刚一样，这里下去走楼梯吧，楼梯。哦，对。
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错了，我要找错了。啊，也不是走这啊，等一下，我忘记了。啊，不是这，好呀，服。也不是呢，很有成就感，可是看到破壳洞的话，看到厌世了。对啊，这就跟那个啊，你把你想要讨厌你喜欢的歌的话。就是把它设成你的手机铃声，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讨厌你那首歌。对，好了，结束。哎，不是，哦，是给第一天看台人教主玩的是珍珠版。还有聊天室有太多都是珍珠版，对，我的干爹珍珠版的性别群大概跟一部一样，七个珍珠一个钻石的比例，你等我很久了啊，抱歉让你等这么久，我来了，他头上蓝蓝的，抱歉让你等这么久了。我想一下哦，他应该不会从飞叶快刀之类的，我忘记了，我好像也是用快龙打他的。不要这样打，啊，我提高物防提高，我看你进来好久了，你终于来了，也很快的好不好？比第一次进来快很多了，我又很努力在看怎么走呢。嗨，捷云，云云下午好。啊！想说地的水流环比较痛，而地震下去我会怕。你看，两只道馆都有雪妖女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很好奇有人大量发生过跳跳猪吗？来疾风案啊，那个刚睡醒的，他整天在那个推销他家的跳跳猪，他的第一次大量发生就是跳跳猪。欸，干燥皮肤是什么？哦，干燥皮肤是水打没有用吗？哎，前面呼噜呼噜呼噜，请问某某菇有限定哪天出现吗？某某菇的话，你要去那个，你要去大湿地的狩猎场里面抓。你我要我只缺他就全基本全国了，基本全国你可以跟疾风要啊，他是那个屠宰场的大户。哦，干这么痛哦。
大力士，你打自己这么痛的哦，大力士，好痛哦！哎，不是不是哎，啊，放错了，龙怕冰，龙怕冰，完蛋了完蛋了，快龙下来，哈哈，放错字，我以为第二只是沙奈朵啊，完蛋了，又出去死，完了要被追了。不会翻车啦，不然放错字了啦。啊，快龙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快龙。除了你又不是故意的啊！对，我记得好，那时候也是用这只在打马纽呢。哎，不是，我是用玛丽露在打他，因为效果绝佳啊！那时候玛丽露看得很开心。不是啊，小雨给的快龙，哇，我对不起他，我怎么打个道馆就是一直死，一直死，一直死。酷酷贴纸币，哎，不过那个卡在雪球，那到底怎么卡？突然，通常不会只剩下一格左上角让它卡住啊，不会这样，怎么办到的？平安安，嘟嘟嘟噜嘟，你后院有正负电？怎么可能？怎会有一天正电一天负电吧？你怎么会有正负电的发生？你家怪怪的哦。好了，剩两只了，格斗道馆。就是这样子，每天打完一轮就一个小时了。我才想说，这个要开台打嘛，这个关台打就好了吧？开台打、啊，效果很多哎、欸。然后格斗又也是很烦的，也不算解谜啊，就是步骤很繁杂，很烦。但其实格斗明明就可以从中间直走就好了，硬要左推右推的啊。好，我再推他小。哎、欸，怎么推不动？先推这边，然后再上去，然后推这边，再下去，这上上下下很烦呐、啊。推这边，然后又来推这边，然后再把它推回来。好了，然后推过去。先回来，要借过，打完就借过，不要他们挡路，好吗？你嘟嘟哦，
得消费人家家的狗。四号后院可以遇到昨天跟今天。四号后院中可以遇见昨天跟今天限定的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所以我今天还是可以遇到漂浮泡泡咯。我昨天是漂浮泡泡。原来是这样子哦，忘记回家了是不是。格斗。我回来了，刚刚囤一大堆货，来了一大堆货，刚刚才整理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老板娘辛苦了。还是一道光，不是每一秒。交换室去 DC 留言吗？不用啊，你打在聊天室啊。你打在聊天室就……但等一下，我记得他有一招什么？他会说冷冻冰冻拳呢、啊，还是什么啊？闪电拳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。那时候用复古，结果还是用嬉闹，结果被闪电拳打死。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复古玩要一直用那个水流一直灌过去。要用那个喷射，对吧？道馆应该要把那个对战动画打开吼，才好看。就打开就真的会到死一个小时了。哎，斗笠姑，你的。想交换跳跳出房间号码，几个六啊？五个六，三个九。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跟他玩过头了，我又放了那个扫王出来帮他剧毒，发现说他又不会毒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玩什么。欸，疾风在吗？你要不要跟他换一下？的暖暖猪库存还有吗？不是暖暖猪啦，跳跳猪库存还有吗？一宁安安 ，Hello Hello， 要打到五点。啊，五点差不多可以关台啊！干借过啦，就是说打完借过了，他们好了，我们应该打剩最后一个道馆了吧？是吧？有吧？这个打过了，那、啊、剩最后一个道馆了啊！应该是吧？我们打完了吧？演员四是水系吧？
晚上是什么局？那个麦块的鬼抓人啊，狼人杀应该是下个礼拜了。晚上什么局？守什么局？有什么局吗？你们要干嘛吗？我约定什么吗？没有吧？欸，晚点再跟我聊一下刺甲杯有什么玩法适合我。突然发现你们讲那个什么撒铃，就是会高速旋转又会撒铃，好像很好玩，还是可以练两种。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库存没了可以再升。哦，那你跟他说一下吧。你可能要等一下哦，你等他生一颗蛋给你啦。那个疾风去生一颗蛋给他吧。三，我会慢慢等，慢慢等。都在下雨，靠！你怎么知道我在看？难道我都睡着了？这边子忘记怎么踩，欸，是来这边踩吗？不是转半圈的话，这样子，哎，欸，完美完美。电系宝可梦。哎，欸，我当时是用什么打过的啊？哎，欸，我忘记了，都好明显哦。自带火影是怎么打过的，啊？忘记了，欸。我是觉得他把头发剃掉，他的后脑勺一定是很大一点。啊，对，干，他会闪电。当时应该是草苗龟，不是啦，现在啦，现在是用什么打过的啦？我忘记了，我不敢复古了。哦，我敢了，欸，哎，我敢，你真的很敢，你敢这样对我，我也敢这样对你，宝宝，宝可梦，来，我们来玩一下。来劈我劈我劈我，没有效果啊！蛋啦，剧毒，我干，原来他会换角色哦，就这样。他要干嘛？他会把我吼走，对不对？蓄力，反射臂。来，我们来拖时间。我应该要把哈欠换掉。换没有攻击到。
哦，我好喜欢这样玩哦，我好喜欢鲁枭的感觉哦。打什么？怎么打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我剧毒配哈欠又没有什么效果。产生睡意了啊！我想笑、喔。啊，怎么又中毒了？啊，不是，他不是弄好了吗？我配哈记。二个疾风，三个五个六，三个九，啊，只能一直按蓄力了。暗影球，我想一下暗影球。如果他下一次又暗影球的话，战斗。初次见面，安安你好。你应该把哈欠换喷出的，我在想要地震还喷出欸，福特替换，那你完蛋了。我是问要不要玩家 ID， 要我就喷出来给他，不要就哦哦哦，你是这个意思哦。你要吗？那个那位要换跳跳猪的，你是要玩家 ID 还是要自己敷？自己敷的话就是没有玩家 ID。可以不用当惊喜包，不是啊，玩家 ID 是可以去那个抽奖的时候拿的啦。我看你好像不懂哦、喔，还是你是说啊，不用当惊喜包，而不是不用我要自己当惊喜包？你是哪个不用当惊喜包？哎、欸，去你的！干嘛？雷丘有冰冻牙吗？想干什么？哎呦喂啊！没有哦，他要自己敷啦。他想要自己敷，给他敷吧。奥原南安，雷伊布。来，异步，这是我们宿命的对决。我要把它继续读回来啊，好玩，好玩啊，嗯。来，我继续蓄力。可是喷出的话不是要配吞下吗？是吗？喷出不是你快死了耶，
喷出配蓄力，那吞下是配，因为那时候不都可以学吞下蓄力喷出吗？啊，怎么还有？继续战斗。吞下是蓄力后吞下回复生命哦哦，那我懂了，这么说我就懂。好诶，想说什么大嘴鸥啊，然后什么龙石兽啊，这只啊，每次都有什么吞下蓄力喷出，我以为是要先吞下，然后再蓄力，然后再喷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比如像吞隔壁的土啊，然后吞一吞之后，然后再蓄力个三次，然后再喷出去，哇，特别痛。对啊，宝可梦，如果你跟越多玩家交易的话，因为 ID 不同的话，你得到中奖几率就越高啊。所以我现在其实聊天室观众几乎都有换过。你给我这么好的火字机，我给跳跳猪没有体质人啊，人家就只是想补全国初见啊，啊，人家就是刚好不多的，就跟我一样啊。不多的那种，穿山鼠啊，虎虎啊，哦，你要死了欸。5V 加速固执火字机哦，我也要一只。我也要加速火字机，你有多的吗？不用5V 啦，你有多的话可以跟你要吗？我可以用一颗，应该是5V 的蛋跟你换吗？5V 的虎虎蛋，虎虎蛋，啊，怎么走这里？你看，大家都想要5V 的蛋。我在繁殖5V 火之机，刚好那只加速普通，想说送一送。加速普通？什么加速普通？有一堆蛋哦，好啊，我们来蛋换蛋吧。我们来培养我们的蛋，一样在五个六三个九吗？三个打。普通的大佬发言，加速是孟特欸，你先有一只孟特的蛋，后面就好办事欸。那有要5V 的孟特莎莎吗？来自孤独的大爱，我晚点跟你拿好不好？哦，白痴哦，不是孟特的白痴哦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到底是不是孟特的啦？我自己是孟特吗？哦，加速，好好好，我要。多少？五个六，三个九。我想说，你刚刚讲说速度，然后加速。太好了，也是给你蛋吗？你要什么蛋？这个保证5V哦，应该啦，
如果不是的话，欢迎退货，欢迎拿来跟老板退货哦。拜拜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原来还没生出来哦、喔。啊，那我没有，我是没有你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有没有跟你交易过啊？我跟你交易过吗？我是没有你玩家 ID。宝可梦，加速火鸡不是梦特，是梦特啊。那霸王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霸王你是生好的吗？但有差吗？因为生出来的话是。我生的话就是我的玩家 ID 啊，啊，对方生的话是对方的玩家 ID 啊。霸王来，我们来八八。我不要蛋哦、喔，我是要孵好的哦、喔。结果孵出来不是孟特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孟特跟普特，他那个是60%，哎、欸，你要想一下、欸，哎，我等一下孵出来不是我可以换货吗？那、啊、亚德，你有想过这一件事情吗？给错再去 DC 找我，你有我的 DC 哦、喔。不是可以现在直接跟你换吗？拼人品，好啦，拼拼看啦，我们就拼，拼到这个蛋生出来，我们再观台。嗯，单压，感谢来自孤独的爱啊。嗯，他有看到他了、哦，孤蛋还不一定梦特，对啊，这就是最酷的地方啊，60%哎、欸，曾经的会员，好，欢迎，感谢你，是成为我曾经的会员。好啦，这个蛋孵完应该也15-16分了，感谢，赶快去孵，赶快关台。谢谢咯。啊，宝可梦。懒人踏的色为好粉好丑就很粉啊。还有不像是那个谁。那个谁太阳精灵的那个那种。他就是亮粉啊，亮粉就很丑啊。等一下哦，这颗蛋啊，这是梦想蛋，再加上来，再加4颗，嗯，然后把这只带到，你有梦想吗？必然，啊，不是色色，你来错地方了。哎、欸，梦想那一盒嘞？你有在时光屋宝可梦打字，好，我晚点再去跟你聊聊。我想说，你从刚开始讲说 DC 找你，我想说奇怪，我们 DC 应该没有外流吧？原来你在啊，抱歉了。我还想色色想哦，哎呀，不是啊，怎么人突然变那么多？想色色的时候就一大堆人，啊，刚刚超想色色的时候就没人。
要拜。你喉咙受伤了没有啊？没有受伤，是等下应该是去睡觉吧。先只吃一餐，刚起床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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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几点卡还没完成？对啊，泡芙最近比较少跟我交易了，比较少东西给泡芙了啦。泡芙那边其实进度也差不多了，那都在听他的小可爱。哦，太想射射，所以咳嗽。好，那以后我咳嗽就是信号，懂吗？那当我咳嗽的时候，就要把一些未成年的赶走。哎、欸，那个不早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可是才刚开台，啊、因为繁星刚给了暗号啊，什么暗号？我还在清理之前生一堆的花眼怪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妈，要生完才能丢。而且我自己的蛋是8000步，哎、欸，扣掉一半也要走4000步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可以边转边去关窗户啦？等我一下，我去关窗户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样好方便哦、喔！哇哦。是，其实我可以带着手把去上厕所，因为厕所离我至少还有好像有十公尺吧。啊。因为那时候看泥多厚嘛，它的玩法也是有很多种，然后也是有什么打钉啊、控场啊、输出啊、防御输出啊那样子，我知道有很多种，就想说就很阿杂啦，因为宝可梦好玩就是好玩在这里，它没有所谓的绝对。不用意外，这是糊糊的蛋。对，没错，我还是忘记去把那个机器人屏蔽掉了。哎、欸，鲁先生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是一起的？他们蛋群不是一样吗？哎、欸。我等等，你有蒙特火自己，为什么你会有？你为什么会有？你为什么会有？梦特是测出来的吗？你梦特要嘛就是用固直接用药膏吃给他吃，那要嘛就没办法了。为什么你们会有？不要跟我讲说，不要跟我讲说底下抓的哦。是嘎嘎去换的了，哦、白痴哦。嘎嘎，你是白痴哦！
他走掉了，我走掉了，谁？好了，变真章，究竟是不是孟特呢？啊，一二三，你想说？是加速欸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！欢迎来到梦想的区域，你有个梦想吗？哎呦喂！哎，对耶，公的哎，没事啊。我相信后面他会换一只母的，然后捡特工的给我，对吧？出门了，晚点 DC 吧。好好好，晚点跟你要一只，捡特工的好吗？贪心，然后母的，不然就只能自己生了。好啦，今晚就到这了，感谢各位下午的收看啦。那晚点，这次好像也可以耶。晚点我们阿米哥不是阿米哥巧克团见咯，感谢各位，必然必然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这里。好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